白骨，你跟我走，你走。今时不同往日，走。阿生，我没事。小凡，干嘛？你我只佛二五十张小，我不知道。既然如此，好，那我说，你听。是魔宗的人，听不懂吗？ 怪物，嘿嘿，哎，你怎么会精通鬼王宗神通？ 阿生，余恒师兄此时应在内政堂附近。哦，我他迟迟未归。曾家娃娃没骗人，这仙盟倒是个修炼的好去处。嗯，哪儿来的小狐妖？小狐妖，放肆！不要上仙。 你在哪里啊？曾师兄，曾仙，你要对老师负责。你可以与多只灵兽结缘。别看狐精长得可，眼睛这里就能让狐精出战，快让他大展身手吧。主人，怎么就主人了？快把灵兽还我！ 居然对我动手！怪物！跟我回去可好？这试炼对我真的很重要。
叔叔，你跟我来，我去帮你跟师兄求情。